我哋都知道啦，三點水咧，起碼你要整個兩點出嚟，要連開層。Yeah. 光頭椰子呢，你可以 有兩種寫法，啊，一種寫法呢就是這樣去，但我這裡就是會這樣寫的，這支筆弱一點，寫這麼大個字，你給你知我好嗎？寫這麼大個字就弱多一點，都我覺得椰子這樣寫好好看，容易看的，而且是，但這個椰子呢，等一下先說吧，那個鬆字啊，這裡可以是很機械的，這樣寫就可以了，鬆，它的客字呢就是這樣的，都好看的。光頭這支筆先夠力，這個你要注意，這個細節是變成三點，大家知道嗎？